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你问一下粉。粉丝们有听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粉丝们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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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点卡是不是？好，稍等稍等哦。好，粉丝们。粉丝派粉丝们。嗨，粉丝们，大家好。Hello。很卡吗？蛮卡。也蛮。张浩明正在被烫。对。那被喷。对。这到底是什么形容词啊？可以介绍你的花吗？对啊，这个我刚刚已经吃掉一个。我换个方向，等我啊。早说你要照，你要照都不吃了。没有啊，我们就是看一下，你看看，这是花。超漂亮！我们刚经过的是顶的花。对。对啊。对。来，没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最近，看一下，我进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好了，你跟可以跟粉丝说一下。哎、欸，好，你最近在干嘛啦？你最近在干嘛？拍戏啊！你正在拍戏。在台湾拍戏。然后他就特别赶过来。对对对，特别赶过来。哪儿？要看北京的粉丝。怎样啦？左脸啊！哦，左脸。对啦对啦，我忘记了啦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你赶过来，一定要参加这个活动。见面会哦，他们一直叫我们开四 G， 但是因为这边的网络真的比较弱一点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非常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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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卡。哎，摸下去了。左脸镜，哎，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，是不是？紫红呢？紫红在哪？紫红刚出去，想看他是不是？好，什么？想跟你聊聊天。哎，你今天真的很帅，哎，天哪！我平常不帅。比较，我要讲错话。平常也很好看。谢谢。你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他吗？不行，等一下问。好，去。啊，去。是卫生间。看他自拍的回镜。看他自拍的回镜。我脸一波，帅爆了，好帅，帅炸！谢谢，好帅，帅炸！帅炸！敷衍，还骂人，没有，开玩笑的啦。小天使，你可以换一下那个炸！敷衍，还骂人，没有，开玩笑的啦。小天使，你可以换一下那个问题。帅啊！一直跟小天使看有什么问题？没有、啊，不好帅，就是一直说很卡，害我有点尴尬。他们都没有问问题耶。对啊，你们都没有问题想要问吗？关掉。对啊。哈哈哈，卡住了。对啊，太卡了啦！你们很卡吗？你们这样看很卡，是不是？有点卡。对啊。啊，卡卡的，卡的这样他们会丑丑的哎、欸，超级卡、欸！不行！他说卡到你不懂在说什么，我觉得不行、欸。连声音都卡。对啊，可以拿水果。好。那个各位大家，因为我们那个真的是太卡。